掌声嘛哈。好，来帮我们亲一下女主角好不好？来亲一下啊、哦！我刚刚本来想说硬不出来，对，看你在里面能干嘛？就我们没想到杨宁更硬，对不对？他就硬要等你出来啊、哦！我们没有要挑黄腔的意思哈。你看杨宁多聪明，他让你慢点来，他可以站中间哦，不，换了位置哦。好，我们要请林心如，要请杨宁跟我们现场所有的媒体，还有所有的粉丝朋友们先打一个招呼，好不好 ？Hello， 各位媒体的朋友，大家好，还有各位观众、粉丝在戏院里面所有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心如，欢迎我们带着一部好戏来给所有的台湾的朋友啊、哦，来杨佑宁。所有的媒体还有现场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佑宁。是我们在今天哦，要让所有的朋友们，大家透过这个每个大家的这个摄影机，还有这个照相机，还有手机，要跟大家推荐《魔宫魅影》这部电影。我们首先要跟大家说，你看我今天特别选了这个衣服，黑色吗？不是黑色，是上面有一把火，这不是冰淇淋吗？不是，它是一把火，一把火，对，是一把火，它是火。他真的是对，我们一直要跟大家，尾巴都会，对，不是，是要跟大家说《魔宫魅影》这部电影，它所有的很多的一个现象都跟火有关，对对对对，对不对？火是我们里面很重要 的关键，对，甚至也是我们在这个很多主视觉上面看到心如带给大家的感觉哦，还有这预告片当中，里面不单是有大家觉得很悬疑的，比如说你知道无名火，里面也有爱火。还有渡火，还有番仔火，对不对？还有环啊会，有番仔火吗？你们仔细看，人家问的是真的，有环啊会，所以是不是要请心如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魔宫魅影》这部电影？我们大家都会觉得说，哇，它一定是很惊悚。当你在挑这部片这个题材的时候，你希望让观众朋友们看到《魔宫魅影》是怎么样的呢？其实一开始真的是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个故事，这个角色，是因为我自己对那种30年代上海滩时代就是特别的有感觉，没错，然后又是演一个电影女明星，像我也很喜欢阮玲玉啊、蝴蝶啊这个年代，所以那时候跟导演聊的时候，就说我很喜欢这年代的东西，他就想说，哎，又正中他下怀，他就开始又写这样子的一个故事，然后所以才有《魔宫魅影》这整个雏形的诞生。但很多里面的故事情节，其实我们是后来一直不停的沟通，才又出来的。对，而且要跟大家说，不管是用《绣花鞋》也好，或《京城81号》也好，到现在的《魔宫魅影》，每个朋友们在看预告片的时候都觉得哇，被吓个半死。其实进去之后是哭着出来的。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不管你再怎么惊悚，但是情还是最重要的。是，因为上一部《京城81号》，大家觉得我跟佑佑的那个感情戏太少了，是，其实是很感人的，可是太少了。所以这一次就是在家看不够，对，看不够也看不过瘾。对不对？对，是。而且在这部电影当中呢，我觉得杨宁很特别哦，明明是土生土长的嘛，对不对？可是每一次都是叫留洋啊，像这次是从法国回来的青年才俊，是不是？我们要不要用法文跟大家打个招呼，推荐一下《魔宫魅影》？哎，你上一次也是演一个在那个法国的那个留学生，发生的？是，你不是买丝袜给我们吗？哦，对。所以看，是每一次杨佑宁拍了一部新电影，都会学了一些新的这个才能嘛。那在里面饰演的这个青年才俊，这个导演，对，是不是也是在那个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角色呢？对，我在里面其实是演一个导演，然后一直很想拍一部片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因为其实在里面跟女明星在一起这样，我也想讲，就被想象导演怎么把女明星呢、啊？真的。对，但是因为我们这部电影的出品人是林心如，哦，所以也要演出出品人怎么样可以把玩电影明星？没错，你看整部片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在荧幕前是导演在追女明星，但是在其实私底下就是出品人如何调戏男演员，是不是、啊？所以现在是说真的私底下也互相调戏来调戏去嘛，潜规则啊，真的。对，所以也是要请这个心如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这部片演的就是在一个很等于说好像是应该要是高朋满座的戏院当中发生一系列的这些鬼的事情。对于两位来说，在真正拍戏的那个时候，是不是也会觉得毛毛的？其实我们整个景全部都是在一个厂里面搭的，而且我们两个景，一个是1920年的杂技团的景，然后之后变成电影院，所以他才会来这边开始拍电影。那因为那时候杂技团烧死了很多人，大家就觉得这是一个
鬼不要再讲，对，不能说太多，对啊，现在是可以一直讲，是不是？然后那个杂技没有哦，没有哦，没有哦，而且大家要仔细看杂技团里面的很多的那些特殊的这些技艺，也是林心如为了一部戏也新学了一招，对不对？哦，对，我这样我可以去看马戏团工作了。我们本来今天是安排你要这个绸吊飞出来的，可是因为你知道天花板不够高，对对，所以我们票房大概破3亿台币的时候，就安排庆功的时候你飞出来。可以呀，在杨宁跟杨宁一起飞，是你没有飞过啊？上一次双宿双飞，对对。那也要请问杨宁，因为在里面呢、啊，你饰演的是导演，然后也兼着算是演员的意思嘛？那如果就你来讲，如果你现在是《魔宫魅影》的导演、嗯，在所有电影的整个的片段当中，会不会有哪一幕，你在当导演又是男主角的时候，会舍不得喊他，会想要多温存一下在里面的那个感觉？嗯。哪一段？其实我们在里面有很多段都是这个男演员兼导演舍不得喊卡，是，所以我们的感情原本只有深情的对望 right， 然后就后来就像你的火一样就烧起来，哎呦呦，肚内火烧出来就烧起来。那如果就你来说嘛，如果今天《魔宫魅影》的导演换成你啊，如果你是戏中戏中戏，你哪一段你会不喊卡？当然就是那一段啊。哪一段？就我刚刚讲的那一段啊。就哪一段？就对看，然后哪一段？我们现场我们有些预告我们错过了啊、哦、为了现场来一段。微微你要奈何桥不喊卡的话，奈何桥我就会跳下去。对，因为我们在里面有一些感情戏是发生在我们的戏中戏里面，但是戏中戏就是两个人有点太进入角色然后出不来的感觉，所以就真的爱上了对方。但是可能我们的剧本也没有写到说要接吻或什么之类的，可是在里面两个人就情不自禁的，这也真的演到你心里哦，很容易入戏出不来嘛，对不对？常常现在出来了啦，不是不是，出来很久。我也错看杨佑宁，我一直以为你整部戏里面最想要多多回味的是在梦里面跟妈妈相见的那一幕，那太可怕了，我以为你是孝顺的孩子，就没想到。哎，还是你还是沉浸在你喜欢这种情情爱爱的东西，怎么样？孝道是最重要的，真的，百善孝为先。那不是孝道，那真的不是孝道。那一场戏，如果大家进去看的话，其实它是很可怕的一场戏。对。然后那场戏其实我们是没有用特效的，所以是真的真的人，真的是我妈妈真的妈妈下来了，我们也辛苦杨妈妈了啦，真的，别要鸡鸣圆锅还要被吊在上面，这太辛苦了。对，那是那个夏文熙老师。是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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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我们要请这些人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在里面的美术真的很厉害，服装也很强。对你来说，你是不是也很要求让大家看到的是戏？还有就是美的这个部分，我非常的要求，而且是我们导演然后包括国仁俊老师，是他们对这块非常要求，所以我们请的美术服化道都是最棒的。是，然后光是戏服我啦，好像就有10几20套吧，对，都每一套都不一样，因为女明星嘛，是，对呀， yeah， 还出名人，我没有自卑，女明星又出名人，对，而且你知道，又是要兼具很多的制作的大权在手上，不是因为出品人所以才要穿那么多衣服的，是他们真的做这么多给我，出品人有时候，对，出品人有的时候就是要告诉大家嘛，就是每件事情很重要啊，你虽然没有换很多套衣服，但你换了很多顶假发、啊。不是，我是说里面很多不同的造型嘛。对，有一个就是哇，很飘逸的。其实我跟你讲，里面我还真的是戴假发。我们大家真的都看出来了，真的。因为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平卡的，就是一个刚剃完光头。对。但是那个明初的那个时候，其实男生的头发也是旁边是剃的很短很短，然后就上面。没有，可是因为我不能太仔细看他头发，我也想笑。是、哦。就是你很深情对望，然后你就一直看他。戴假发是怎么回事？可以专心演戏吧，专心吧。我跟你，他真的让我太出戏了。对，杨宁以往啊，让大家不能点在哪里、啊？我太热了。我昨天就看的时候，我快冷死了。我今天你知道？对呀、啊，我你整个就是整个都好破到不行。对，我说杨宁以往让大家很容易出戏是他的嘴唇嘛，因为太肥厚。现在你看出戏不但是他嘴唇，还有他发际线。还有发际线。对，好，我们不管怎么说都要跟大家讲了，就是《魔宫魅影》真的是很让所有的朋友们非常期待的，尤其他。结局是意想不到的哦，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大家，我们是特别选在13号星期五跟所有台湾的朋友们见面。你看，我们今天光是办首映哦，就因为我们办首映，惊天地泣鬼神的剧情，早上地震了吧？是不是？
哇，好棒的主持人、哦！我跟你讲，那种真的石破天惊的感觉，真的，而且真的要提醒大家，真的不可以就是一个人去独自观影，不行、嗯。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观影，带你的老公一起来，对对不对？而且啊。还在想说，那可能会带老公，你都特别提醒他了，请勿独自观影，所以观影带老公起来好不好？好，对，所以我们再怎么说都要让所有的朋友们进到戏院才知道我们刚刚在台上跟大家分享的哦。虽然平常两个就是嬉笑怒骂，但是进到戏当中的时候就可以让大家看到。鬼后跟影帝要跟大家推荐的非常棒，到底到我们演技有多好？对，就是平常都可以一直在笑场，然后马上就嗯，对呀、啊。平时我们看对方，其实我们平常看对方就是大概大部分都是用白眼在看对方。真的，怎么白法让我看一下？好，一直翻白眼，可以同时白一下吗？我看杨颖的白好白。来，怎么白眼看对方？他好厉害、欸！你可以去演那个盲探哎、欸，真的，盲剑客，或者是现在、欸、我们刚刚真的还有拍很多照片，就是刚刚那翻白眼的那种小图就好，好了。你完了，我被边头掉，全部翻白眼吧。好，那我们当然，我们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嘛，因为这么棒的好戏，我们要让更多的朋友们知道，对不对？我们要有一鸣惊人的效果，所以呢，我们请工作人员将我们的锣推到台前来。好，我们请两位换一下哦，把麦克风换成我们的这个小锤子。好嘞，悠悠，你可能稍微往边边一点点哦。好，我们要让大家有好戏开锣的好兆头啊、哦！所以请心如跟悠悠我们念一边。先看前面好吗？还没啊！数到我，反正先开完照再敲。晚上先拍照。因为这个我们只租了一次，你敲一次要付一次钱。这里有。好，来正中间。来，站这里。好，两位的左下方。来，前面左。好，两位的右手边的帮我们看一下哦。对对，两位的右边。你们两个的衣服是今天有搭配好的，是不是？特别有决定好吗？这么刚好。我们越来越有默契。对呀、啊，越来越有默契了。对呀、啊，怎么得了？对。AKB 还是聊天吗？我们先拍照。来这里哦。我们现在是静态的哦，来中间。好，来这里哦。来昨天吧。好，我看到你了，你可以小心一点儿。好，在中间。好，那可以喽。那我们要倒数三，数到三要敲锣了啊、哦！来，我们数到倒数到一好了，好不好？这样感觉起来比较震撼一点。好，来，三二一，好戏开锣，跟大家分享魔宫魅影。好，我们今天还特别啊、哦，要让所有的朋友们看一下我们这个，特别把两位的名字砍在其中。是什么呢？让所有的朋友们可以看一下啊、哦！票房长虹如神佑，华丽巨献有用心，多白话，好啊，好，我们在用心啊、哦，我们花很多的这个所有的朋友们，大家的心血结晶在其中啊、哦。好，我们要再次谢谢今天现场所有的贵宾以及现场的媒体朋友，还有粉丝朋友们。我们把这个锣先吃一下，好不好？我们跟后面啊、哦、特别写了这一对非常用心的对联。好，悠悠稍等一下啊、哦。好，来，我们往后一小小步。往后退一点点，对对对，我们刚好一人一条，好吧？对对对，好。来正中间，我们再看一下。好，以后我们一定要相信气象预报哈，说今天热就真的很热。好，来这里哦。左边下方。这边。来这里。右边。好，右手边。再转回来，再转。好，等左边下方一下下。好，来中间哦。而且要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在看《魔宫魅影》的时候，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的哦。其实，如果出品人愿意的话，我们应该把整个《魔宫魅影》的这个场景保留下来，它可以变成一个游乐园。来，右边下方。好，谢
谢谢现场的媒体朋友。那我们让两位稍微擦一下汗，我们来进行电子媒体访问，好不好？稍等一下哦。